点点滴滴总是在心里。哦哦，相信整一个噱头，整一个拉宝的噱头。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？我要么就直接打一个，哦也不行，我要是乱斗一直留这个狮子的话是一定死，他没牌了，而且但乱斗赢了就赢了。我全身全意，这鱼丸输得好快啊，感觉这种鱼丸居然会输，你敢信？哈哈哈，真是的，尴尬症都犯了，真是的，这种你们输鱼丸我也觉得好尴尬呀，这种稳赢的局啊，感觉是无人生还。这 BGM 百听不厌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我唱的还可以吧。声音给你放大一点啊！这种歌的话确实还好。夏节快乐，人人都火，圣光会庇护。这个棋手，我上次看了一个帖子，就是关于奇数棋的一个棋手。一费的话，如果棋手留这个的话，60%是会赢的。就是他的一费的棋手最好是这个，然后摇报告，然后三费弄一下，然后硬币的话蘑菇之力，这就是标准棋手。标准模式里面是这个是神棋手，就狂野模式我不知道，反正标准这个是神棋手。相信你不要再去骂你，唯有我等你回心转意。玩30张京城的，没有这个京城，没有这么多，实在不行要不你赞助我点吧，介不介意？不介意就说一下。这他娘的好像也是个九本呢。礼拜一的早上，脚本两个啊，大家记一下，脚本记一下啊。分配的话还是不错的呀，我感觉。两个脚本，大家记一下啊，两个脚本。还把我的苦痛速生解掉了，妈耶！这三呀。有没有回应？是脚本吧？就是你们多年的经验看的话，是不是脚本？看着特别的像，而且档次还挺低的那种脚本，不是特别高的那种。我不会说的。解决吧，让我诉说我的痛苦。脚本会不会发表情？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会的会，真的会。我是跟你吹牛逼啊，真的会。哇，这首歌的话当年春哥成名曲啊。 One neighbor fires a fire, we must be mistaken。 But the sun is not me, it's not my family。欢迎来到锦标赛，勇士。我说，先变了，先变了，一会儿的话没时间了。六费准时变还不错。上马，上马呀！你倒是。幸春哥得永生，有没有听说过？优先解这个啊，扎阿贝，扎阿贝。
一样黑。当年就是这首《硬又黑》成名曲。手牌怎么会这么满的呀？我的天哪！一会儿给你们演示一下全程啊，全程卡把这个人推死。这个竹信原画还挺好看的，你看。这个不会是个德莱尼吧？哎呀，这报告拉满了。你拿到什么宝物为例？这是个巨魔？这不是巨魔吧？你们仔细看这个手机的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我给你们原画点开来，其实每张图画的话，金卡动画都是挺好看的。这是个兽人对吧？这是个，我觉得应该是个德莱尼吧。这是个鱼人，这是个德莱尼，这是个饕餮。哦，这是个维库，我以为是主城里面。要么等他神速摁完了之后我再给他一手好吧，没有神速的话我这个就报告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暴风城的力量。什么主公主好像吴彦祖，你这位水友是不是卢小大了呀？说吧，有什么意见跟要求你说。是卢了小贷还不起钱了，还是你老婆逼嫁你要你给什么嫁妆之类的，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？不是嫁妆，彩礼什么的，还是一不小心的话问人家买了5块钱的鸡蛋饼付不起钱，现在被压到摊子上了，嘴巴这么甜，图了蜜吗？这是这些水友的话一说我好话我有点慌啊，大家平时关系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融洽，一不小心的话突然就好起来了，这我就紧张，有点紧张了，平时关系一般般的，就是大家老是黑我来着，突然大家开始夸我了，我总觉得有点紧张不放心，总感觉好像有点有射着我。去吧皮卡丘，胡拉抽他，好再打他，好再打他，好再来一个，You are beautiful。 这首歌真的是糟气，你好漂亮，你好漂亮，你好漂亮，你真他娘的好漂亮，哦哦，就这样的歌。哎，这个有点花。盾盟，完了完了，打错了，我靠，盾盟来了，我
我感觉我打错了，还好的话来了个盾魔，我应该先放马的，对不对？先放马的话比较扎实点。哇、哦！感谢所罗门的阿波斯的贝卡。以前不是那个叫喜剧之王里面不是有个老爷跟那个丫鬟的故事吗？就以前的那些越剧残片里面都是这么放的。是老爷搂着下少那个什么什么丫鬟的下巴，就一撅起来就接上 You are beautiful， 然后那个是 You are handsome， You are beautiful， You are handsome， 然后他们一这样子可以直接就这样的对话可以进行一个下午。劫最后的劫，爱最毒的。哎，我有个 DK 的话，他早退了好吗？这破脚本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你是不是没有大一点的刀的呀？急死了。With you， 士兵们。拿起武器！我以为我是来学技术的，废话，我的直播间里面什么时候给你学过技术？开玩笑吗？你是？吃！打脸！你来解，我不解了。是心中的满径满圈，做前世来生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太晚，说为爱你不爱。哎，注意一下脚本要按照基本法的，都七点血了还不结场。脚本的运算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可能发现了没有，就他每个细节做到呀。操盘啊，怎么办？而且这个横扫的话，你扫这个呀！士兵们，拿起武器！这还赚到了！这太牛逼了吧！这个游戏的话，导演是真的会玩。够勇敢，是爱恨就爱见，晚风千两遍，乱刀我也不管，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
乱斗。乱斗。我要来一个，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复仇打击啊，或者是那些战撸之类的，有的话就赢了呀，找一个战撸就可以了。哎，解一下，哎，西宫的。耶，他真解了，这么听话的吗？我靠，又来了个大的，怎么办？光芒熄灭，乱斗。我靠，这游戏怎么玩啊？乱斗。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在这时中。我是剑术大师，还是要找乱斗。下个回合的话，不行就爆牌与找乱斗。飞到天的边缘。哎，乱斗没有战撸也可以啊。落在何地？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。还好还有三个了，三个轮次。哎呦，他这个居然也解，小贱人吧，这是厉害。报告，上马。你倒是上马呀。乱斗没有宇宙大爆炸啊、哦、不对，战士有什么 AOE 大家记得吧？除了乱斗之外有什么 AOE 吗？先把这个大的干了吧。哇靠，这张七攻啊，同学们，战撸 AOE 还有什么？大声告诉我还有什么。暂时死不了，放心啊，等一下后面的话还有大概六张牌，里面找个 AOE 就可以了。大家压左边的水友不要紧张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哇操，真的要出事了，一不掉了怎么办？出三一样的武装的话没刀啊，刚才完了，出大事了。这怎么打？只有鲁莽风暴了对吧？乱斗啊，完了吧，就一个回合了。这好像有搞头啊。不是，他没有奉献的。这个大家 five open, you got five， 吃保卫萝卜。占了一排小人放在前面，帮我挡住他。我想。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刺激了，一个卡牌游戏开始走象棋模式了，真刺激。哎，不要乱搞嘛。他提刀了，提刀你也没位置啊。反正他要干我的话就一定要过墙对吧。嗯，哎，死了一个怪。
报告，必须立即行动。我说句实话，我只要一个，一个那个叫什么旋风斩也可以，旋风斩也可以，或者是来一个啊，不对，战撸就可以，战撸是最好的。慌不慌？慌不慌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这个顶不住了，快！慌不慌？可以。我现在过牌过到又怎么样？我就问一个问题啊，我现在过牌过到又怎么样？就是费用会稍微宽裕一点，是吧？费不够呀，费不够呀，哥哥，这咋整啊？费不够，先叠甲过了。来了来了 ，LE 他来了。左边的神游，天台先下来下来，这两天台风天风大啊，下来下来。哎，留点血行吧。Call me maybe。我靠，这血量！靠，这血量是真的恶心啊！你看没？Tell me maybe。这都不选钓鱼王。好，我们分析一下啊。这个壁上对吧？我算一下，假如说，假如啊，我们算一下，假如说他这个回合是一点血，他撞我一下，我是回三点对吧？他肯定是这个来撞的了。撞一下，我还有两点加，我皮劳是一，下回合二。我还是叠甲吧，好像叠的没有用啊。死肯定没死啊，对不对？我靠！哇，这个脚步好笨啊！哇，这脚步，脚步你是个天才吧？哇，这脚步可以，脚步操盘。脚本操盘啦，同学们！
没事，那我还能扛好几轮。本来我没了，我解一个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这解的好，这解的好，这解的好，这解的是真心好。四对吧？这总不能用一来撞吧？要么就七来撞。脚本设定里面，这奴隶主威胁性很大的。七攻来撞，七攻。哦，这个脚本哪里有的买？我不买，我绝对不买。谁买这个脚本，谁傻逼。我买这个脚本，我就是个傻逼，好吗？我买脚本，我操，这脚本也太凶了吧！哇，终极脚本操盘，再砍我一刀，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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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脚本操的好，操的好，操的好。哇，这脚本操盘，我报警了，我的天！是疲劳多少？等等，我这自拍器已经看不见他的疲劳值了。有没有谁有跟我说他疲劳多少？我三点，他算他四点好了吗？四加五加六啊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。赢了没有？赢了没有？我加四嘛，我四五嘛，那肯定六加七他通过的，加六，来啦来啦来啦！这脚本，我本来同归于尽也可以的，他一定要解卡，解的我真的是，哎呀，真是，实在是太调皮了呢。感谢萌萌哒的土拨鼠送的一个，应该是个飞鸡吧，谢谢朋友，看到一个箱。哎，你们要算进去啊！脚本打的时候是会这样子的，海盗战也是有的，有时候海盗战的脚本也挺蠢的，这不能留局啊，这不能留局，因为脚本也是，那你这么想好了，它的走位跟操作确。